原态净全主板抗压性能测试，取六块原态净全主板，用千分尺和游标卡尺分别测量每块板的厚度和宽度，并记录数据，然后依次放入万能力学试验机进行检测，听到断裂声即到达板材的最大抗压力。实验结果对比，国家标准要求净许强度大于等于11兆帕，弹性模量大于等于1600兆帕。实验测试数据显示，原态净全主板净许强度平均达到18.24兆帕，弹性模量平均达到3769兆帕，远超国标。实验结论：原态净全主板承重力好，稳定性更佳。